现在天正在下着雨，校长在这边要问我们的小朋友，我们为了这个晚会已经准备了很久了，准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校长在这边要问各位小朋友，现在下着雨，我们也淋着雨，各位小朋友，我们的晚会要不要延期？我们要不要改其他的时间？请你大声的告诉校长好不好？要不要改时间？我们不怕淋雨，对不对？我们会坚持下去，对不对？我们是福星最厉害、最强的小朋友，对不对？我们坚持下去，好不好？校长也跟各位小朋友报告，总务处已经去准备了简便的雨衣。如果等一下雨衣发下去的时候呢，赶快把它穿起来，有没有问题？好，我们第一个节目应该已经准备好了。校长在这边也要跟各位小朋友讲，如果你有不舒服的，要赶快跟老师讲，好不好？绝对不会勉强各位留下来，因为天下着雨，这个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但是我们能控制的是我们的心，对不对？好，接下来我就把麦克风交给我们的司仪，我们希望我们今天的晚会能够顺利精彩，好不好？福星国小创校20校庆晚会正式开始。是的，吴校长、张会长以及我们各位家长会的委员们，还有我们最亲爱的各位家长，还有我们最亲爱的各位老师，福星国小的小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刚刚听到校长的一番话，相当的感动。所谓风雨生信心，大家说对不对？我站在这很开心很荣幸，因为此时此刻我和大家一样淋着雨。11年前我也在这里毕业，我是邓明晨，2001年毕业，福星国小第三届由刘应春老师指导的6年乙班的毕业生。所谓校友回娘家，我想就是我此刻的心情。所以我各位敬爱的学弟妹们，我们大家一起淋着雨，我相信老天会等一下赶快停雨的。好，我们今天的晚会是很多小朋友们像刚刚校长所说的筹备一年来努力的心血。今天灯光璀璨，国旗校旗飘扬，各年级的全校的师生们表演非常的精彩，我们准备了歌唱、管乐、律动、舞蹈、母语念谣、客家文化舞龙，还有手语等等相关相当精彩的活动，要一起为福星20生日快乐热情祝福。所以在今晚我们相当的感谢已经到场的所有的我们的老师们、家长们跟同学们，我们一起嗨翻今晚好不好？福星国小的学生是最棒的，老师是最棒的，尤其在我们吴校长的引领下，我们近年来以创造力希望可以打造客家手学在福星的一个计划，
等等，马上就要让大家一起来感受我们的成果。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用热情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由陈静宏老师以及郭玉华老师所引领共同指导的管乐团协奏。我们有六位小朋友要带来好听的客家歌谣，掌声欢迎指挥老师郭玉华郭老师。好的，以及我们六位的小朋友。好，首先第一位分别是六甲的谢竹琴、王延珍、彭玉欣、钟彩希；六乙的林品珍、谢尚恩。好，他们马上又为大家带来相当耳熟能详好听的客家歌谣。首先第一首天公露水，掌声欢迎。来得匆忙来得行，
会再进步。上帝观念此地上好充满阴间，冬天四天哈嘎尼秋后新天，真真正正做一个良善给你，就像恩给了祖先，永远不忘祖宗爷千年百跟线上的小朋友，再次谢谢你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好，我们也谢谢我们郭老师的指挥。好，那么接着呢，刚刚大家欣赏完他们好听的客家表演这个歌谣啊，我相信大家一定对于这个母语的推动非常的有感。好的，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几位家长帮我们上台来安排一下我们椅子的部分？谢谢，谢谢大家的帮忙。
好，今天这场晚会哦，真的相当的温馨，是我们福星国小的大事，也是福星国小各个全体师生还有家长们，大家共聚一堂，一起来欢庆的时刻。那么接着呢，我们也要欢迎我们家长会的会长，我们的会长已经准备好了吗？是的，因为学校在推动各项的这个，不管是对孩子的教育的方针，还有各项的活动都好，都很需要各个家长们的支持，所以今天已经到场的家长们真的非常的感动，也非常感谢你们支持孩子学习这么多的这个才艺。那么家长会一直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让我们有请。好，马上呢我们要邀请我们乐团的指挥陈静宏陈老师。好，他们要带来的第一首演奏的歌曲是《箭头序曲》。
事情，做的是 Jerry Williams。 第二首呢，再请我们指挥老师陈金红陈老师带来第二首曲目 C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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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 Cha， 作者是 Warren Barker。是由 Michael Sweeney， 接下来我们请陈金红老师再一次率领猛管乐团带来这首《修女也疯狂》。
让我们谢谢陈静红老师。好，接下来下一首歌曲呢 Tequila， 它是翻译呢叫做龙舌兰酒。那这首曲子呢是由陈静红老师改编，指挥呢是由郭毅华老师所率领。那么这首曲子我们要特别介绍，是由陈静红老师呢亲自来担任爵士鼓手。我们请陈老师可不可以起身跟大家打声招呼好吗？好，老师说他用鼓声来向大家打招呼。好，马上呢邀请由郭毅华老师指挥率领我们福星国小管乐团带来这首 Tequila。指挥老师、指导老师也相当的辛苦，再一次谢谢大家。好，那么在我们两位指挥老师的带领下哦，其实我们管乐团呢也相当的感谢各位班导师还有各位教职员，那么更要感谢台上的小朋友们，他们这几个月以来非常辛苦的练习，就连这个最近啊礼拜六哦，他们都到校来练习，相当的不容易。那么我们校长呢在此呢也要向大家来补充说几句话，掌声欢迎校长。好，也跟各位报告了哦，补充说明刚刚我讲的，我们第一批经费是县府的补助23万多元，县府的补助呢在这边要特别补充说明，我们要特别感谢我们家长会的前会长
林国栋会长在前面。林会长，感谢你。为什么谢谢他呢？他特别引荐了我们郑碧玉郑议员。议员好。是郑议员在县府财政困难的情况下，还是帮我们争取到了这一笔经费哈，特别要跟各位说明。我相信呢，郑议员今天虽然没有办法让你上台了哈，因为节目要继续啊哈，节目要继续了哈。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家长都是爱你的，对不对？是的，我们爱郑议员。我们的学生更要感谢你。没错。各位小朋友，各位家长，刚刚管乐的表现好不好？好。我也跟各位家长报告，我们设定了下一个目标，管乐队设定了下一个演出的目标，但是很抱歉，现在还不能讲哈，先保密一下，或许到时候你看报纸就会知道了哈。好，那我们原定的计划了哈，刚好7:51，我们低年级的，好，还有我们欧董，欧董也是我们前会长，欧董的太太也到场了，欢迎您的莅临，欢迎。欧董出钱出力了哈，我们这次20周年校庆，他也大力的支持哈。我们最后不租款哈，我们欧董会认养，对不对哈？谢谢哈。